beautiful people. 在这颜值的时代里，我们多多少少都要学会护肤。那在接下来的每个星期五，我会与大家普及一些护肤的常识与家居的步骤。我是你的美容顾问 Rina Liao， 请点击以上的 SBIC YouTube link、Facebook 还有 IG， 请留守接下来的每个星期五哦。那护肤呢，最重要一定是要从清洁脸部开始。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洗脸要先用洗面奶。好啦，从产品的性质来说，洁面乳呢，它是一种油与水的混合物。洁面乳里的油能帮助溶解皮肤毛孔里阻塞而用水去不掉的污垢，这里的污垢指的是皮肤每天代谢的油脂、残留的化妆品、护肤品、汗水以及一些灰尘。洁面乳不但可以帮助皮肤维持健康的酸碱值，那么这里的水质就是可以帮助皮肤保湿以及避免屏障过干而引发的敏感。那从皮肤的角度来说，皮脂的分泌量从青春期到中年期分泌是最顶峰的。正因为如此，为了减轻皮肤的负担，保持美肌，使用洗面奶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么呢，在这里我也与大家普及一下，一般油在我们的皮肤上是比较难被氧化的，这样就是用洁面乳可以使皮肤保持柔软度。那么水多的洁面乳呢，就会氧化得比较快，这也是说我们的表皮比较容易进入了缺水的一个状况。那以上的说法呢，是针对一些时常化淡妆甚至是没化妆的一些朋友们。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懂得洁面乳的一个小小的尝试。那最后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哦，我们要尽量少用那些二合一、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六合一，甚至是更多的结合起来的功能的洁面乳哦。那护肤呢，是要从洗脸开始的，如果你选用对了洁面乳，那将会呢帮助你的皮肤保持呢健康的酸碱值，而且也增加你接下来的皮肤产品的吸收力。Hello， 现在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我最爱的洁面乳，这呢是我每天都在用的洁面乳哦。那我就来给大家呢示范。色的哦，你看水水的，弄湿了这个干棉花上，那我就是这样子来卸掉我的这个眼线，就这样拉，轻轻的拉出来。现在呢是要卸另外一边眼睛，哦，就是这样子揉它，让它呢可以呢蒸一蒸这个眼线，然后呢就跟它轻轻的往外拉 ，OK， 所以呢把那些还没擦干净的都把它擦干净哦 ，OK。那现在呢就到卸我的这一个眉毛。
在鱼尾纹这边。那接下来呢，洗脸的时候呢，我都会大概取出了我的分量。那呢，我偶尔呢都会加一滴的这个我们的薰衣草精油哦。去 subscribe SBIC YouTube， 留守下一个星期五的护肤知识宜家居步骤哦。